岳麓山的红枫，松雅湖的水杉，劳动路的梧桐。你要问我长沙初冬最让人眷恋的风景是什么，我会告诉你，是喜心禅寺的银杏、红漆门、杏黄墙、艳阳天，再配上一束金黄，这里一砖一瓦都让人感受到清幽宁静。寺里的银杏也像是抽中的上上签，静静倚立殿前，听晨钟暮鼓，梵音袅袅，享受着冬日温暖的阳光。满地碎金落得清闲，一半树梢，一半地上，也变成了最惊艳的时刻。原来秋色并没有远去，它近在眼前，指手可得。飘落的银杏叶也轻声呢喃，祝福着为风景奔赴的人们。暖阳之下，正一赏银杏，别再等待，主动奔赴吧。